Utus adin dudan. Utas pipi utasi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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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tas utas pip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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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tasi, utas pipi pipi utasi, utas pipi utasio.Utas pipi utasio, utas pipi utasio, utas pipi utasio, utas pipi utasio。是吴大师逼逼，这他姓吴的大师啊，他妈妈的啊不，他的老婆叫逼逼哎，啊，他姓吴叫大师，啊吴大师，太太叫逼逼哎，吴大师逼逼，夫妻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，就叫做吴大师逼逼。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，啊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的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 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对，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叫什么？叫那个石伟成。石伟成啊，石头的石吗？对，石石头的石。伟是哪个伟？伟大的。左边一个冷波。伟大的伟啊。对，伟大的伟。成是哪个成？诚实的诚。诚实的诚。对。几岁？几年？几年？哪个学校？现在我读那个台北。你台北的？我是台北啊。念什么学校？念那个在新福国中。哦，哎，你是打棒球的？也是啊。哦，你有打棒球？有。你是在打棒球的？对，打棒球的。哦，新福国中啊。对，新福国中。在新隆国小旁边嘛，哈。对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小学读新隆国小。真的？对。好，等一下，那个。在万方医院那边呢。万方医院很远的。对，在。我很远。那个什么，来一点 B box 好吗？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随便一点，快点。随便一点了，不会啊。随便一点，快点。一点，伟成教我快。我真的不会。是李俊。我们先清唱，随便唱一首歌，清唱一点。他没唱歌嘞，你叫他嘛，他会。我等一下会拍他，你先。然后批发是叫了。嗯，好。哦，唱一小段叫了。哦。啊，不要怎么弄。随便用，随便用。自然就好。对对对对。啊，不会。多一点，多一点。啊，不会了。啊？真的不会学，我只会打球。唱歌一点呀，唱歌一点，随便一点，教你喜欢唱的歌，一小段就好。你帮他找歌一下，快点，他喜欢唱的歌。唱什么歌？随便你啊。对你太雅名字叫什么？巴桑。巴什么？巴桑。巴桑后面爸爸呢？还用吗？爸爸太阳名字叫什么？巴善吉凶。爸爸叫吉凶。对。哎，你爸妈都是泰雅族吗？对啊。
我是他弟弟。哦，是他弟弟哈，表弟吗？还是亲弟弟？亲弟弟。哦好，歌想到了吗？还没有。一、二、哎。那你先想一下啊。好，你先拍。来，你先 B-box 一下来。我不会 B-box。随便。几年级？我要个幼稚园大班而已。哦，你大班哦，那你读哪个幼稚园？奥华国小。奥华国小幼稚园。那你叫陈什么？石伟轩。哦，石什么？石伟轩呐、啊。对。哪个轩？车干轩吗？一个车的一个那个。干哦。嗯。好，那你先想一下、哦，来来来，棒球队的过来。我在唱歌而已。你们两个都棒球队哦。对。我在唱歌而已。那个，你要想一下哦。啊，我在想。你要唱歌、啊，等一下。啊，你要先唱、啊，等我一下。好，先唱，预备，起。唱那个你最喜欢唱的。好。爱我别走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在承受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爱我别走，如果你说你不爱我，不要听见你在承受出口，再给我一点温柔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旁边都没有鼓掌哦。那这样第二首，再一首就好。第二首我不会唱。我是一只小小鸟，会不会？还是爱你？就这样，这样，快点。有没有？没有了。石伟轩哈，几岁？五岁而已。那你泰雅族名字叫什么？瓦蛋。瓦蛋。瓦蛋什么？明秀哦。你爸爸叫什么？吉秀。啊？秀。吉秀。瓦蛋吉秀。我哥哥是光头。哦。好嘞，欢迎你来介绍一下国语名字。国语名字啊，李军。木子李哦。那个对。军。李军，将军的军。将军的军，君子的，哎，不是军人的军哈。嗯。几岁几年级念哪一个国小？十二岁六年级念明道国小。啊，我明道国小。哪一组？泰雅族。爸妈都泰雅族吗？对。头比较低，看这边。爸妈都泰雅族哈。对啊。你现在身高多高？152。现在打棒球的。嗯。你说你几年级？六年级。六年级哈。来，不要叫我多。那个有没有泰雅族名字？有啊。叫什么？阿杜。啊？阿杜。阿杜后面爸爸呢？爸爸。爸爸叫什么？泰雅族名字。他爸爸，他爸爸叫那个沙翁根。啊？沙翁根。沙翁根。沙翁根。嗯。爸爸叫沙翁是？嗯，沙翁根。是一。沙翁根。沙翁根是阿公的吗？还是整个字？整个。沙翁根哦，那你叫哈翁沙翁根。嗯。哦。五度沙印图案。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，比比五大师。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，比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五大师比比，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五大师比比，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五大师比比。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毛巾
哎，你们俩，谢兰，还有12岁还是11岁？我们的小就是纸质嘛。哦，那那个看这边投票第一，你会 B-box 吗？一点点吗？一点点。好，那就尽量。好，一得。等一下你住哪一村？娃娃村啊。上下部落。上。上部落哈，天主教旁边那个吗？嗯。好，那几岁就开始打棒球？几年级？三年级啊、哦。嗯，是留过去。好，先来 B， 等一下，那是卡车吗？好，那就先来 B-box 一下哈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三镜头。自己练的吗？很不错啊。对啊。看网络、哦。对。还没有，平常练的多一点。不要客气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嗯。那个歌来唱一小段吧。不会唱歌嘞。有，你没唱过卡拉 OK 吗？没有。不可能。你没唱过。有听过流行歌曲吧？一小段。你怎么唱？那你都是干嘛？啊？你怎么可能没有听过流行歌？不会听。嗯？不会听歌。啊，那我来问一点母语好了。妈妈怎么讲？妈妈，爷爷。爸爸。爷爸。阿公。那个。阿公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忘记了。阿妈。忘记。男生。忘记。男生啊。忘记。女生。陈丽丽。哦，那你那个你现在开始有点胡子了哈，脸上那个胡子，男生的胡子怎么讲？男生的胡子啊。嗯。我爸爸叫涂文祥。瓜赖。瓜赖呀。嗯。我的表哥是那个涂文祥。涂文祥。对。在哪念书吗？啊？念书吗？他已经是大人了。哦。涂文祥。嗯。然后我的妈妈叫陈佳怡。哦。陈佳怡。来，那个两个坐那边，我来问，两个一起问母语好了。好。那个什么，我刚才问什么？来，眼睛。嗯。不会就说不会就说不会就跳过什么？会不会？楼牙。楼牙是。好。鼻子。母后。母后。母后。嘴巴。狗肉。牛肉。木瓜。阿妈肉。海肉。不要吵我去了。鸡肉。那个牙。公牛。怎么讲？鸡肉。狗肉。那个脚怎么讲？脚盖盖。手呢？手忘记了，不知道。肚子。个肚。个肚。好，屁股。屁股。肛门。那怎么肛门？叫那个个酱。知道。好，那个。肚脐会不会讲？肚脐啊，屁股。什么？我才不要抽到血字语的嘞！不会，阿妈你讲。耳朵。肚子。嗯。阿爸。老卡。牙齿被掉下去了。老卡。牙齿怎么讲？我承认。嗯。我牙齿不会。那个。我牙嘴。你会不会想把母语学好？没错。会不会想？好。会不会想把母语学好？什么？很好。哈哈，会。为什么要把母语学好？知道。母语学好有什么好处？我知道母语的。嗯。可以讲注意哦。学好有什么好处？学好。你有在就在。没有什么好处。哦。也只是自己的主语。嗯。那以后会不会念高中？会，当然会。会不会想念大学？会，当然会。五度沙印图案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。
BBB。五大师 BB， 一 B 五大师，五大师 BB。五大师 BB， 一 B 五大师，五大师 BB。五大师 BB， 一 B 五大师，五大师 BB。做什么工作？工作随便。可以做就了。啊，什么叫工作随便？没有想法、啊。有，当然有想法。想做什么？还没想到。那念书有什么好处？念书，读书啊。有什么好处？变聪明。还有呢？有知识啊。也要多看电视。这样而已。等一下，你会不会想念高中？会，当然会。会，当然会。大学呢？没错，没错。为什么要念大学？好，没错，要毕业，没错。为什么要念大学？这样才有那个，这样才拿到那个拿高中毕业的那个高中毕业证书。对，我说为什么要念大学？什么高中毕业证书？打棒球，好，继续打棒球，很好。进去明道，没错。进去认真打棒球啊。对啊，靠棒球升学啊。对啊。因为我们不会读书啊。那平常有在练功课吗？有，当然有啊，多多少少还是要练啊。多多少少都应该读啊。不读不行哎、欸。
不读就不行。那读书有什么好处呢？好玩啊！读书有什么好处？还玩的飙车。可以做好，读多好一点，可以做好一点的工作。我们飙车。不要吵，你不要吵。啊，讲完了。可以下台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不想做那个，不想做工作，想打棒球啊。他的工作就是棒球啊，他的工作都是打棒啊，一个月都很多钱呢。那万一他就不要在那边摄影了嘞。以后没有兴趣的话，没兴趣哦。你第二顺位想做什么工作？除了棒球，沙拉开那个卡车，トラック。认真一点。是在那个南澳开卡车，大头会馆的，大头会馆。我是大头六。你是我的大哥，先是明道国小的。你运动啊，对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明道是在木栅那边。对对，木栅那个附近附近吗？在文山区那边。文山区文山区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嗯，那你是念新福国中？对，新福国中，对，新福新隆国小的旁边。你是住台北是住在一起吗？对啊对啊对对，住宿。啊，住宿哦，这个 GHUN 是什么意思啊 ？GHUN 是谁歌的？C 就是你妈妈 ，Chang 吗 ？H 是你爸爸。你们这个嘴巴哈、啊。UN 是这个 CH 是爸爸妈妈真伟大。是谁哥的字啊？就是。哎呦，那是就是阿花雕金弄的。那你们两个来唱合唱一首歌好不好？好。唱歌嘞。他们爬上去了。他跑到那边了。来，你们两个唱一首歌。什么歌？就结束了。就先等一下，下午再拍那个。还有什么歌？你下午要去拍哪里？在这边啊。拍谁啊？都可以啊。去拍立足。还有在家吗？你什么时候播那个啊？嗯。别播。快点，两个先唱完，唱。你要播。两个合唱一段。没播。那我们要唱什么呢？让我们来想想看。播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可以看？嗯，一个礼拜以内吧。一个礼拜以后就删掉了。没有删掉啊，不会删掉啊。可以，明天就可以看了啊。有什么歌？先快点，我再问你有没有唱歌，你们再问。帮我们想一下，都忘记了嘞。哎呀，这么大声，你会不会想把母语学好呢？会，当然会，当然。为什么？母语就是我们一个，母语就是我们的主语啊。再过，你有再学？再过几十年，我们的主语就没有了，都不学，都不学嘛。那你们有回来有跟老人家学后？有啊，当然有。有吗？当然有。我们其实不是学母语，我们是学日语。日语。这个在干嘛？我们来跳芭蕾舞。对。我们来上一下的课芭蕾。上次不是有一个游客吗？嗯。他的舅舅是那个。嗯。我叔叔啊，游大庆。嗯。是我妈妈，是吗？对啊，你是我姑姑啊。哦。没有表演了。没有了，好了吧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合作 B box 一下。我合作。两个一起来。到底啥了？不寂寞，公布。好，预备开始。我那个不寂寞。看镜头。小母鸟，拿起。嗯。好了，好，再介绍一下国语名字来。分手，李军，我叫李军。李军哈、哦，嗯，李还是李？李，木子李哈、哦。对对，军人的军哈、哦。对对对。然后后面这个叫石伟。石伟成。诚实的诚哈、哦。对，诚实的诚，没错。哦，两个都是棒球队的。对，没错。是的。你为什么喜欢讲没错？因为好玩。好玩。好，很好。好，那个太阳花谢谢跟再见怎么讲？好，谢谢叫。我们是用日语的，谢谢叫阿拉西多。太阳话，快点。阿拉不会太阳话。不会就说不会，没有关系啊。啊，我会了。再见怎么讲？再见叫啥用呢？不是那日本话。啊，我们真的只会这个而已，我们不会那个。阿花村跟金阳都是讲日语的嘞。好，那等一下。别好了啦，很痒哎。等一下下午给我拍那个啊，爱你哈、啊。爱你。对，那个太阳板呢、啊？哦。太阳板的什么？
我不是早上给稿子吗？好，来一杯，随便弄。哦，等一下，那我先录到这边哦。好，那我等一下照一张再走哈。好，好，照到手说拜拜。今天是奥花村哈。对，奥花村没错。介绍一下奥花村好不好？来，奥花村。奥花村有什么特色？奥花村的特色。人有什么不一样？人，奥花村。嗯。奥花村人都很好。还有呢？没错。重点呢？没有了，就这样子啊。到奥花村。不是很多很多小黑蚊这样。对啊，这蚊子都王八蛋，乱来的，想杀我们。嗯，奥花村就是这样的。好，等一下哦，那我先拍一下啊，等一下。五度三印图案，五大师比比，五大师比比比比五大师，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比比比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五大师比比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
大师比比，一比五大师，五大师比一比。I'm not